从企业而言的话呢，我觉得今天的AI人才优质的这个数量还是会发的，所以来讲这个薪水高低这一块有没有泡沫，其实跟这个东西都是跟你的这个人数量相关。所以如果你数量不够的时候，那薪水往上涨，我觉得是很典型的一种市场的规律。来这种情况下说，它这个值不值当，我觉得这个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，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带动更多的人来够参与到这个AI的学习和这样的一种修炼，然后然后推到公司里面。那么随着现在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热度下降，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AI人才我至少觉得数量不够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这薪水往下降，这说明它这个供需上需求还是很紧张的。